当然有关系啊。为什么？那不是他的东西吗？你把他的棒棒摔倒了。那别人会跌倒怎么办？你想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别人会跌倒啊。那、你要去哪里？那就去啊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因为在这便宜啊。17块钱。那吃五个，吃三个就可以吃饱了。对啊。吃两个其实就可以。吃三个是吃饱饱。三个可以吃饱吗？还是要四个？你的话可能要四个啦，说真的。我经营都要吃四个包子。嗯。你要走去哪？去用停车，我们的车子停在那边的。那你为什么不东西先放车上？你车在哪里？这边的。所以你要折返跑的意思？没有，我本来是要多买一个食物的，可是，好啦，我要走去买面包，因为我提不动。你提不动？我提着东西，我没有办法结账拿面包。他这里不能修啊。他帮你收伞啊，我是台哥。我已经喝了。他的英文叫什么？滔滔 T 啊 ，Total 吧 ，T T A O 不是念 ，T T T T， 太太茶，香人的，那跟中文有什么相关？不知道哎。几点啊？你等他比较好。不要吧，资料明细。好。
要先用停车啊。你说都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你想干嘛？那你去用啊，这么简单。我去用什么？停车。啊，你又没有给我东西，我怎么用？我只要张开嘴巴就可以用。你看我每天对到眼睛快。写了一公虾米。张开嘴巴，快点。听说你在搞。对啊，都是我在搞。你在搞，你是搞大师，你在搞。哎，上次有说过这个绕口令吗？不是吗？搞在搞，说你在搞，是搞在搞还是搞在搞？搞跟搞跟搞，他学你呢。搞搞搞搞搞搞，像你在搞啊？对啊，不是在搞、啊。